是谁惹我们林大少爷不开心啊？自己看。我说是谁啊？原来是靳泽一啊，这有什么好气的？你不是说你有机会扳倒他吗？怎么看不到你有什么动静啊？我是有把握啊，先别生气嘛，先吃个水果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结婚契约书。早上好像那个八二环落在那儿了，我进来找一下。姐，你录啥呀？证据啊。你陷害我。我陷害你？你来我办公室偷钱，我陷害你什么？我没偷钱。没偷钱？偷情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孟他威胁我这么做的。